揀蘋果咧，最緊要梗係又大又紅啦。喺陽光嘅照射下咧，蘋果咧會變得越嚟越紅嘅。所以咧，揀蘋果最緊要揀個係全個都紅嘅，由頭到去噗噗都係紅色咧，咁就為之合格，係一個好嘅蘋果啦。提子食得多啦，點樣食提子先係最甜？提子的底部咧係最唔甜的地方，頂咧就係最甜的，所以咧應該由底食翻上頂。咁應該點樣食一粒提子為之最好呢？原來提子的外邊咧係最甜啦，個心咧反而係冇咁甜嘅喎，所以一食提子嘅時候應該好似我咁。